再来关心的是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党内初选民调刚刚出炉了，立委姚文智的支持度领先了律师顾立雄还有立委许天才。不过根据民进党的规划，姚文智胜出之后呢，将会代表民进党和台大医师柯文哲、作家冯光远进行在野联盟的整合，甚至可能再比一次民调，而最后呢会是由谁来代表参选，将会在6月中才有答案。